气象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芮的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。今天大家有共同的心声，民意是最重要的，我要到基层握每个手。气象局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芮的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。杜苏芮台风在过去3个小时，它的暴风圈有略微扩大到半径300公里，台风的强度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上限。在接近吕宋岛的这段过程当中，海温的条件或大气环境的条件还是稍稍有利它发展，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排除它有可能变成强烈台风。打电话报警！我现在手机没办，我现在在录影。打电话报警！这疯了！先打电话报，我来报。我现在在录影。一大一大，今天大家有共同的心声，民意是最重要的，我要到基层握每个手。还是一句老话，台湾人民需要改变，改变带给人民希望。请不要用这些国民党，不然你去哪一个东西了？这些国民党。